国光石化是杀死金虫的杀手，安尼咱惨啊！在座的男性查甫人要安怎呢？当然爱发国光，对无？反国光！还是吼，反国光救台湾呐！来，反国光救台湾，反国光救台湾。好，咱欢迎咱叶医师来，请。各位乡亲，大家安安。我。小弟生业吼，踮鹿港开业十几年，鹿港的空气其实无好，吼啊，拢会发现讲，一寡少年人，因当来到鹿港读册的囡仔，当来到鹿港吼，因就会皮下骨啊、鼻啊过敏，吼啊、目睭会过敏安尼，吼啊一寡癌症吼，发生增加，啊，佮一寡少年人就得着癌症。哦啊、所以中部的在彰化的空气已经够歹了。啊，咱讲咱这政府吼，伊讲伊诶健康的风险评估哦吼，讲拢无问题，讲北京啊来说，国光啊来说，拢无问题。啊，其实迄拢是骗人的，迄是足简单的。伊若讲迄癌症迄地图吼，就讲伊发表到2003年尔，啊，恁就知影讲哦，大势吼未了。伊个癌症，伊个发生率已经增加2倍以上。啊，伊个看2004年、2005、2006、2008，恐到伊拢无发表，唔敢发表。因为发表出来，咱就会知影讲增加阁愈侪愈侪。啊，其实伊足简单嘞，伊要做一个健康个风险评估，啊，就甲你验者血，验者尿就知啊。看这个血，看这尿内面有迄致癌个物件，像即届詹教授踮云林做个共款，伊发现讲。昆林遐个居民含囡仔，哦，都小便内面就有迄致癌的物质，有重金属，哦，有跩物件，哦，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伊即摆不过踮咱这大城遮先，啊，恁这大城遮本来伊若讲热人吹南风，伊就着着。啊，即摆若搁设一个北京啊吹北风啊搁厉害，啊，所以大城啊、宜林、丰原哦，遮拢会着，啊，未了大势拢会着。所以咱这政府伊若负责任，伊就应该公布癌症地图到2009，啊对哩，就是讲咱这彰化地区、甲花莲、云林地区遮个居民拢做一规针尿的检查，哦，多谢各位。大家好，我是彰基的小柯医师。那因为时间有限，可是呢，我们。政府要做国光石化的错误的理由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要是要知道国光石化到底有什么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去找我们的学者有一个国光石化的说帖，努力的用网络把它传出去，让全国的人都知道。第二点，有关石化厂的健康风险问题，其实我们的詹长全教授已经在云林县做了2期了，那里面非常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知道石化厂造成云林的乡亲的癌症致癌率死亡率都大幅上升，这个结果其实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全世界不管在我们的后进五亲，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石化有关的健康风险研究都发现有两种癌症上升的特别多，第一种就是肝癌，第二种就是血癌。那我们中部的医师其实好几年前就发现我们麦寮乡亲得的肝癌特别多，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詹教授做的研究之后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那为什么这么危险的一个石化厂我们的政府还要继续让它做呢？我们的六亲问题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政府还要做这种错误的政策继续屠害我们的在地乡亲之外，这个我们云林县可以说是农业大县，那这些污染的东西其实全台湾到处飘，台北到高雄都逃不过。那这些食物吃到全国的人民嘴巴里面、身体里面造成的毒害，真的是难以想象。所以虽然今天很多医师因为在努力在工作单位上，可是我相信全国的医师都一定会反对国光石化这个设厂的，因为国光石化不管是以在地人、以全国人的
利益来讲，其实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完全是没有正当性的，所以我们一定反对服装石化。那各位看到这两只金子，金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儿童，儿童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所以政府要建国防石化，就是毁掉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大家说对不对？对，谢谢。谢谢我们叶医师跟钱医师哈，然后接着我们希望彰化乡亲，希望我们一起来帮彰化加油。他们的好，他们的这个口号喊出的是我要彰化好风光，好，然后第二句是不要这个石化，石化烂国光，好，不要石化烂国光，好好，咱周围来画一下，我要彰化好风光，好，一杯来，我要彰化好风光，不要石化烂国光，再一次来，我要彰化好风光，不要石化烂国光。我们再给彰化的朋友一次加油，因为彰化这个时候彰化现在坚持现在打拼是最重要的，彰化现在如果没有坚持，说实在其他的地方要生源困难困难，当然婚姻的朋友也很重要，就是落水溪南花这个婚姻，所以我们还有彰化的朋友一个加油，好不好？彰化加油，来，彰化加油，彰化